主料：黑豆玉米面500克，辅料：小苏打5克。准备时间：10分钟内。制作时间：10到20分钟。黑豆玉米面500克加小苏打粉5克，合成面，稍微醒几分钟。做窝头不能太软，不然窝头不爱成型。双手配合，大拇指伸进去，就做成了小窝头。放进凉水蒸锅，开火出蒸汽，再蒸10分钟就可以了。看看蒸熟了，美丽的颜色，看看，好看吧？还好吃呢，很香甜，是本来的玉米豆香。仔细看，小小的黑点就是黑豆面形成的。烹饪技巧：小苏打不能太多放，否则会苦。喜欢的可以加糖加奶粉，做成奶香小窝头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访问 ttnews.xyz 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